现在我们已经到那个地方了啊，现在来搬一下窝了。其实打窝钓鱼的话，如果你能吸窝的话，那钓就爽了，一条线一条的吸窝啊。兄弟啊，看来这个地方可能还没出鱼。我记得去年咱们在这边钓的时候，这边鱼特别多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今天这个时候可能还没出鱼，白白跑了二三十公里，一条鱼都没。那我们只能去我们那个的岛上旁边去钓吧。好，走吧。走，换个地方。现在我们换到这个鲍鱼排这边来钓了啊。看这个鲍鱼排这边有没有好钓？这姿势比较好。要是空镜的话，要打死都不钓鱼。现在我们再来打窝一下啊。不信没鱼，钓了老半天终于来鱼了哦，这头应该还可以，还可以哦，八斤以上应该是有吧？有了，今天第一条啊，可以哦，应该有个六七两的黑钓吧？今日头条啊，第一条，可以来鱼了，快点，来来鱼了哦，可以，又是一条顺口啊，看来今天可能有发财的节奏哦，钓票能够连续上鱼的话就可以，又来了哦，看来今天可以啊。都是差不多八斤左右的黑钓啊，对，好几条了，又是一条八斤左右的黑钓啊，我给你养起来，继续下竿啊。这时候没什么流出去不补我吧啊，等涨潮就再补。又来了，你看，都是什么打的啊？可以，都是八斤左右的黑钓啊，对，又是一条，又来了哦，你看，你先往那里跑，来，过来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不是怎么打？运气比你好吧？比我好。又是一条八斤左右的啊，黑钓。今天清一色黑钓，黑钓最好，黑钓能吸窝。又来了啊！这条应该是最大的一条啊，目前是最大的一条。赶紧拉上来，你要跑那就不划算喽。跑是不会跑啊。这条还不错啊，应该有个八九两吧？有了。可以啊。今天要发财的节奏已经来了，兄弟啊，嗯，我说刚回家吧，中午饭都还没吃，我们回家吃鱼吧。午饭跟晚饭一起吃。我们在他出来的时候，我把这个锅碗瓢盆都准备好了，准备中午钓到的鱼那个拿来炖汤。早上没有钓到鱼，中午也没有钓到鱼，那我们真的饿着肚子。还好是后面那个有钓到鱼。这时候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总收获啊，今天收获应该还行吧，有个五六斤吧。挺撑的，五六斤肯定是有，也算还可以吧啊。本来准备今天要是没钓到鱼的话，准备都把鱼竿给它钓了还行。还好今天钓到，那以后可以接着钓，是不是？兄弟啊，嗯，今天头一次出来钓票，钓了这么多鱼，我们就不卖吧。嗯，一人分一点带回家，那个煮给家人一起吃。嗯，本来这段时间我家老张疏远，我奶奶都是我伯伯他们帮忙照顾的。我奶奶挺喜欢吃这个鱼的，那我们就准备带回家加他们啊，叫我奶奶一起过去吃。走，那我们俩准备回家吧啊！现在我们已经到家了啊，先来把这些鱼给它处理一下。现在我们鱼处理好、洗干净以后，这个大的用来炖汤，小的就用来油煎吧。我奶奶她就比较喜欢吃油煎的。好，鱼面煎的差不多以后，我们可以给它放过来，这样就可以出锅了啊。这个颜色挺好看的。接着我们再来炖鱼汤。同样油烧了鱼，我们放进鱼给它油煎一下，煎了差不多以后，放进生姜跟葱花，现在这个放进去。那我叫阿七七，我奶奶过来吃饭，这时候七七过来差不多啊。现在鱼汤差不多熟了啊，可以出锅了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啊、哦！老大跟老五还没回来，我们等会给他留一点吧。怎么样，味道好不好？好喝了不？好喝了。哦，我奶奶说好吃。味道真的挺不错的。哦，外叔奶奶，徒弟啊，嗯，看来自己钓的鱼还是比较好吃。对啊。老婆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脆脆的。我最近出鱼嘛，三斤。进步一点。兄弟啊，那我们先吃饭吧，先不快吧。啊、哦，今天除了这个鱼真的挺好吃的，不，那我们就不诱惑大家吧，就好好吃吧啊、嗯。看来我们今天挑战失败了，明天准备继续挑战抓大货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，我们明天见哦，拜拜。